瞅了半个小时的狗搁这儿猫着呢，你说谁能看着吧？你说不打灯谁能看着？盘点突如其来的尴尬瞬间。Top 一，Top 二，张大侠，大家，哎呦，哎呀，真是的，是中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，Top 三。Top 四。Top 五。Top 六。Top 七。Top 八。穿靴的那个长咋样？先回去。哎，楼上穿靴的长咋样？Top 九。Top 十。Top 十一。这一嗓子太十三。咱们必须物尽其用啊，完美下颌线必须展示啊，再整个忧郁美男子。Top 十四。刚刚说过了，为什么又有人的鞋底？那个鞋掉了。啊？Top 十五。Top 十六。还有谁？Top 十七。Top 十九。Top 二十。在停尸房一边工作一边唱着歌，他说只要他大声的唱着歌就不会害怕了。Top 二十一。Top 二十二。
Top 23。Top 24，它创新的空间更加广阔，互联网经济。Top 25，程子阳，程子阳，你回来呀，这是咱们。Top 26，几个字，你告诉他，四个字，我要是不行了。完了，我溺水。扬眉扫气。Top 27。Top 28。有人吗？那整个寝室就是我古娜拉黑暗之神的天下了。你有病啊。 Top 29、Top 30。断了酒才会对他下了手，一天到晚就喝酒，喝完酒你还怕我。